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，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。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，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。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？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是认真的。阿杰，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，我也许不能走路。我抱你。我也许不能做家事。我来做啊。我也许会死。不会了，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，我们至少活到70岁。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变得又老又丑，那我们减2年，68。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如果我真的……阿敏，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。我会伤心一辈子，我会伤心一辈子。你不在，我跟谁说去？当谁